我给你们出一个简单的撒网教程，也是我自己撒的这种啊。咱们先把这个线一圈一圈的盘在手上，然后这个网咱们也就是一圈一圈的盘在手上。手这样拉一下，把网打开，然后把网呢盘成一个小圆圈，这样剪网的时候好剪一点。然后给它抖成一个小圈，然后从咱们怎么说呢，当下啊，这剪一个两三个都20公分离地，剪了放在咱们这个大拇指虎口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剪这个底缸夹紧了，从膝盖往下的位置往上剪，然后是45度角往上剪。到最后的时候连着底缸一起剪完，然后我们再分兜。我呢是分1/3，也可以对半分。咱们剪好的网啊，在手上啊得平摊着，得像这样，给你们打一网啊。就这样就能打开，但是我撒的不是特别远。